大家好，我是好心肝基金会总执行长杨培明。肝脏是人体中非常重要的化学工厂，它的功能包罗万象，对于人体机能的运作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如果肝不好的话，很多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。你认识你的肝脏吗？我们该如何防治肝病以及保健肝脏呢？请锁定好家庭联播网，台北 Bravo FM 91.3，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.7，越活越健康专栏节目与你分享。